成员们根据给出的拼音首字母购买物品。我来了。完成购买后返回确认，越早买回的得分越高。如果买到了和其他组重复的物品不得分。所以就买了要立马冲回来冲第一个，可能还得跑得快。拿什么东西买啊？微信扫一扫。每个桌子上有一个竹篮，里面给大家提供了500块钱的现金。哎呦你们俩谁管钱啊？我管钱，他管我。好男人，好男人。来吧，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一个词语。准备，抢最后这一秒吗？这一秒都要抢吗？至于吗啊 ，baby， 你们拿的多差的牌啊！鲫鱼。JY， 走。JY， 走。迷路了，去哪儿啊？等等，去哪儿啊？走错了。这玩意儿还有关门的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们拿了多差的牌呀，都至于不至于？是什么？都行。到底往哪走啊？这外面行吗？白鹿，哎，往哪走？JY，鲫鱼有什么呀？姜。哇，咱俩脑子一片糊涂。想一想，别着急。酒、酒、胶、鸡、啊、鸡、鸡眼、鸡、鸡眼，上哪找鸡呀？想一想还有什么呢？鸡疵，你组个词帮我们组一下。鸡疵、鸡翅、鸡翅、鸡翅有吗？鸡翅、韭菜，快！鸡翅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一会儿过来给你钱啊！一会儿给你钱。哇！从哪回去？从这儿回去。JC。我们有鸡翅，我们有鸡翅。哎，不对！哎，不对，我们买错东西了。它是鱼。我们以为是鸡。从来。鲫鱼。哎，酒精也是。酒精。有酒精吗，姐姐？不对，酒精不是 JJ 吗 ？JJ 是我，是经济，是 JY， 蔡徐坤。游戏是游戏，生活是生活。今天状态不太好，JY， 我们要 JY。酱油。这个是酱油吧？这是醋。你平常不做饭吗，锁？酱油你都找不到。酱油。哦，对，酱油。我们又赢了。多少钱？便宜点吧，2块吧。他是蔡徐坤啊。那蔡徐坤2块钱。蔡徐坤只值2块钱，给你5块钱吧。给你5块钱。走吧，走，快回去。鲸鱼啊。鲸鱼上哪儿买呀？鲸鱼有没有鲸鱼？然后有那种小的。快去回去。没赔钱呢。多少钱？20。你等等我，锁。快来 ，Yes。我来了，我从哪儿来？我赢了。来，第一件，鲸鱼，算10分。Yes。有人回来过吗？你的搭档呢？拿到了。哎呀妈，他跑得有点慢。酱油。哦，酱油，正确，9分。第几个了？他第几个了？第二个。假牙。有人戴假牙吗？快！有人戴假牙吗？有人戴假牙能给你吗？那玩意儿，假牙有没有？假牙。走！我要假牙。一会儿给你钱。假牙正确， yes. 8分。想不起来有啥。鸡外加金鱼有吗？有。那这把牌我旁边，看准了。加鱼，金鱼，哎，金鱼也行，金鱼，哎，
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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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鱼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给你20吧。哎哎，金鱼啊，金鱼。哦哦，金鱼怎么卖？10块。来，我再也买一张。谢谢谢谢，你好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好不容易好不容易，酱鸭，那个酱鸭啊，酱鸭酱鸭酱鸭，酱鸭有，好，你太牛了，老板。不要干了，不要干了，对不起。拿了拿了，走走走，哎，来过来，走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，我举着走。哇，你小心哦。你小心，这个这个嘛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人找到啊？是这儿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呀，金鱼，金鱼7分正确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呀哎呀，金鱼，金鱼，金鱼刚买重复了，好，一个刚买重复，他们买了金鱼。啊，假牙怎么都能找到？假牙是什么？假牙是什么鬼？假喵，你们怎么又有啊？喵喵，煎鱼。喵，恭喜6分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怎么想到的？就拼呗，就拼呗，一点点拼。甲鱼，甲鱼那边有甲鱼？没有吧？有有有有有。我怎么觉得我刚到又要跑了？加油！谁说今天？谁说今天运动量不大的？哎呀，这跑的真累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煎鱼已经有人买了，重复了。还有一个金鱼，我们还有一个金鱼在。金鱼也有人买，这是老板非常贵重的一个杯子，这是他非常珍重的记忆。这哪有？不算，记忆还不算啊！他们把甲鱼买了，真的有啊！甲鱼啊！甲鱼，这也买得到？甲鱼行不？正确。就是凑桌上，这还有几个？还有3个，来走。加油加油之类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还有啥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什么？那咱的鸡眼。对，鸡眼也算，肯定算。那眼睛在哪儿啊？在上面啊，鸡眼。走，锁啊！你体力太好了，锁。来，走走走走走。鸡眼，鸡眼，鸡的眼睛在哪里啊？在眼睛上面啊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那不可以。他说不算。等一下，谁说不算？刚谁说不算？他穿那个蓝色衬衫里面蓝色衬衫的那个是吧？镜头给一下，蓝色衬衫是谁？而且他很凶哦，他说不算。这样，你让他算，算不算？算不算？算。来来来，鸡眼，鸡眼，重复了，刚刚重复。鸡眼还能重复？鸡眼还能重复？鸡眼还能重复？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你猜？我猜不出来。这是啥？脚丫，正确。假眼，玩具吗？正确。别找了，10个都满了。物品找完了，实验物品已经找回来了。你们那个都没有我这个厉害。你叫什么？我们这是奔跑吧的记忆。安慕希，安慕希一直陪着我们。这趴是植入吗？还是你自己想的？这趴是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得分的东西了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就是加油。加油！第一道题目目前领先的是沙哥组26分，我们26分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第二题。走走走走走。我们能想好再走吗，哥？快快快快！啊！送鱼送鱼送送送鱼送送。
姐，这你给我试试。想啥呀？啥呀？这啥呀？哎哎哎哎哎！苏鱼，我们找到了两个。苏鱼，我们第一个苏鱼。苏鱼啊，我们找到两个。正确。还有一个素颜。素颜不算。素颜为啥不算？小圆不算。不算，这小圆的不算。你们说不算就不算，你们太过分了。我往那边看看呗。有素鱼吗？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我再拿一个。等一下，哎，宵夜可以吧？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这可以做宵夜。谁规定我宵夜不行？而且宵夜是 X Y 姐姐，是 S Y。剪掉，谢谢。山羊山山药山药说山山药山药在山药在后面啊，菜厅里有。姐姐你人真好啊。帅哥，你有什么山？我有佛舍。松果，你有松果吗？松果是君。哦，松。酸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酸什么？蒜油。嗯。哎，老板有蒜油吗？蒜和油放在一起的。你好不颠哦。蒜油嘛。睡什么？睡什么？睡员。完了！鼠药，鼠药，鼠，卡住了。地瓜干，啊，桂花干不是？这是啥？鼠叶。蒜和鱼。找到一个，正确，蒜鱼。蒜油，这个算蒜鱼可以吗？蒜鱼牵强，这个正确。水，哎，给我。蒜叶正确。蒜叶可以。上衣。上衣发现了，哎，他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看我，傻眼，表演都成表演了，这个，哎，腼腆能算我数，不是，可以吗？树叶可以吗？有了，可以吗？你先告诉我，快，啥呀？神药，可以吗？神药可以吗？神药是个药，神药什么是神药？不算。咋了？鲨鱼，正确。鲨鱼挺好。还有位置吗？有。喘口气，里面有一只羊是山羊，山羊都可以。可以。山羊，开开。在哪儿？生药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快，金晨，快！不动了，我也跑不动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干啥呀，哥？哎，我很有诗意，我给他吟诗，我吟诗一首。对，快跑吧！快！哎，快，我们去那边接吧，我们在那个门口接。抓一把盐，快！都什么盐？快！走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抓到一个摄影。找着了摄影，正确。快，你就站后边，你就别动了，站后边。我还拍呢。那算数啊。这么大个算第几啊？几分？山药。山药满了。满了。我们来了，山药。山芋。你们都放桌上吧。好。我得翻来了。坤坤，又一个，得表演。今日又见所，美貌又变多。好，他爱上了我，
身有没有结果？失忆啊，失忆啊，失忆啊！这一轮白队没有得分，山芋呢？晚这是玉米，哥们儿，这是烤玉米。是山芋，人家那才叫山芋，不一样啊！这不是山芋，是山山里的玉米，不叫山芋吗？不是，失忆呢？都晚了。你说沙溢他有个活的，你失忆他太朦胧了。沙溢是东西吗？是东西。我觉得敢说，你敢说他不是个东西？我觉得他不是东西。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有声乐，声乐来。哇、wow、好，非常好的一段表演，说到表演的谢谢为我们助兴。对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。好，请看题。红茶，还走吗？红唇，红唇，红唇，红唇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问哪儿？没事吧？红唇，送去。谁？在屋里找，不用出去。红唇、哦，有了，算吗？不对。哎，红菜，很红的菜是跟红菜。啊，我不算，哪里不算？是红不对还是？没有这个词。红尘，红绸，正确，红绸。回，再想想啊，这屋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红醋，红醋有吗？好茶，好茶可以啊。好茶，好茶，正确。好茶不行，好让他拿了桂花清源。火车，嗯，我真快。一会儿赶紧把钱送过来。慢慢，哎呀妈！火车，正确。红，换一个红，不是红。回春，哼唱哼唱。顾一晨，正确。来，我们大鱼，预备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哼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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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，好吃。红柿，好好吃啊，安慕希，嘿嘿。好吃，正确。红柿，红柿。哎，红柿是什么？哎，就是柿啊。哎，灰尘有了，灰尘都有了。啥呀、啊？红绸。红绸有了，红绸有了，哎呦我去，人给我撕下来了。想不到你脑子短。荤菜，荤菜正确。哎，花草，是什么花草，花草，不是，海草，海草，一颗海草。可以。你俩都不跑出去了，他俩就在屋里找了，很扯，很扯。还有就是。很扯，为什么不算？你扯，真的很扯。你不算的话，你真的很扯。火什么？火烧是火烧火烧火柴火柴你们火柴有火柴吗？火柴火柴是。谢谢，走。我的天！火柴火柴火柴，正确。是不是没有了？没了。啊！哇！我们要找到一个，你停了。满了、是对的，但是满了。是什么？胡茶。啊，满了已经。哎，这是我们算分的吗？算。给打个广告，周身如故，风起冷息。哎呀，那灰尘是谁想的？沙哥。我刚看见他拿，我看沙哥拿了一坨土，我就知道完了，灰尘没了。挺聪明啊，脑子转挺快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就一玩起来，嘿，眼不花，耳不聋了，哎，身体倍儿棒。